荷蘭隊咧喺2014年嘅世界盃之後啦，哇，經歷咗黑暗嘅6年啊！佢上屆嘅歐國杯啊、世界盃啊都入唔到決賽周嘅陰功。不過歐國杯嚟講咧，今屆佢外圍賽都算犀利啊，仲要以4-2咧贏過德國添啊嚇！咁啊，似乎用咗阿朗盧衰人做呢一班波嘅教頭之後咧，成績唔錯。不過朗盧衰人佢真係衰人嚟嘅，佢又走咗去教巴塞喎，而家就由法蘭迪保亞去執教鞭，究竟佢得唔得呢？荷蘭隊啊，呢一支嘅橙衫兵團啊，大家對於法蘭迪保亞領軍咧，好似就唔係好有信心咁。不過呢支荷蘭橙咧，其實都踢過歐國杯10次噶啦，都可以話經驗老道啊。咁喺外圍賽都叫做穩打穩扎嘅，6-1 和1-1啊，又未去到好一鳴驚人嘅。咁啊，韋拿杜姆喺外圍賽就入咗成8球。嗱，我覺得咧，今屆咧荷蘭去到呢個決賽周咧，即係想話去到4強啊，或者亞軍冠軍嗰啲啊，真係問問地噶啦，睇下佢哋可以行到幾遠啦。其實荷蘭咧本來人腳都真係唔錯噶，但係後防咧大家好中意嗰個嘅雲迪克啊，佢又傷咗要長頭喎。後防咁睇下要點執啦，就真係睇一睇阿法蘭迪保亞嘅功力啦。講到荷蘭啊，其實就以前佢哋啲前鋒犀利嘅，雲巴士頓啊、雲魯啊，又或者係雲佩斯啊，舊雲都好堅嘅。不過近年嚟講，荷蘭橙就好似冇乜勁嘅前鋒喎。但係唔緊要啊，起碼喺 C 組裏面咧，佢哋都算係抽到好籤，啲對手唔係話真係好強嘅。嗱，雖然大家都話佢哋個教頭啊，法蘭迪保亞好似唔係好夠料喎。喂，但人哋話曬都喺國內啊，荷甲裏面帶亞即士攞個4屆冠軍噶嘛，所以真係爛船都有3根釘。話唔定荷蘭今屆都真係好似荷蘭叻咁啊，咁犀利㗎！